哈哈。同学们，花小葵课堂又开课啦！这次我们来讲讲单词 west。west。L A S T。west。单词 west 应该如何发音呢？很简单，字母 A 发 A 的音，字母组合 ST 发 ST 的音，所以单词 west 读作 wes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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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st 作为形容词表示上一个的，刚过去的。West 常常与表示时间的名词搭配，形容过去的时间。比如说 ,West night, 昨晚 ,West Friday, 上一个星期五 ,West month, 上个月 ,Last time,上一次。小小 last 本领大，它不仅是常用的形容词，还能作为动词使用，表示持续延续。例如说 The movie lasts about 2 hours， 这部电影持续大约2小时，即这部电影大约2小时长。Last 还有一个常用的短语搭配 last for， 表示持续。例如 The bridge can last for a long time， 这座桥能持续屹立很久啊。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上台了，我歌词还没记熟，好怕等下台上忘词呀。天啊，为什么我们不是 the last one？ 我真的还没准备好呀。哼哼，你想得美呢。The last one， 上一个都表演完了，不用上台，我们还来这里干什么？谁说我希望成为上一个表演的？该上台还是不能怂的。阿道又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说的 the last one 其实是指最后一个。单词 last 作为形容词，不仅可以表示上一个的，刚过去的，还可以表示最后的。例如 This is the last class today，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节课。 I am always the last one to leave，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。 Last 包含的知识还是很丰富的，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下吧。怎么记住单词 last 呢？我为同学们准备了一段绕口令哦。兔子跑得最 fast， 乌龟坚持在 past， 蜗牛太慢在 west。那么今天的单词小课堂到此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见吧。 See you!